后嘅佛陀，系用第三只眼嚟洞察世间嘅事，而第三只眼就系心。你嘅每个人都有佛性，系因为来自我哋所谓五色嘅障碍，又通过你透过呢一层嘅光神，就可以知道世人皆平等，众生皆无价。师父，为何你静坐两久？文字是局限了思想，一旦思想得到领悟，就不需要再有文字。所以说，领悟到的人就不需要言传，正所谓心领神会。那么多看不到师兄，人在年龄的时候，所谓正义的言行中，其实是出乎了好局。当人到了中年，实施正义是取决于自身的选择，到真正领悟到的时候，他本人的理解已经展现了无穷的佛法。人有三天凡老师，我在剃度是为了解决凡尘世俗。阿弥陀佛。虽然气是与生俱来，但我们可以在大自然的万物中可以吸取。我们提炼的黄金花蜜是可以恢复你元气。你在这里已经有一段日子，你气很强。虽然气是与生俱来，但我们可以在大自然的万物中可以吸取。是可以恢复你元气。阿弥陀佛。